今天你要擦啥哈？擦雪里哈。哎。拄好我有烟。烟锅你家己烟啊？是的。啊，你平常时早上拢食啥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叫人要来，家的厝边吼会散落，双号单号，阮家己要来家起，独栋的三楼半，然后。我就叫一个我的朋友大叔讲，你甲我找一个上好的。伊就甲我讲，黄阿姨，安尼若拄更好无？我八十几号呢，非常的困难呢。伊讲袂啦，莫安想啦吼。你安尼若是气客，会足不美观的呢。哦吼，伊就解释给我听，这有诶管理计足不整齐的啦吼。啊，伊讲哦，啊无我来甲厝边吼。这碗几箱？生的。打包的时候，感觉有些难过啊。嗯，当然是会啊，因为家己的老厝边啊，系会唔甘啊，大家也是需要几年之后，大家再去开店嘛，见面的机会比较少。回来 是回你家吗？不是，我回来我女儿家，因为我们这边要拆了，然后我已经搬走了。什么时候搬的？年初。时间住久了，总是有感情的，会不舍。但是毕竟要以长远的来看的，因为这边的房子已经五六十年了，也算是很老旧的了，不想放弃旧的，不会有新的。我的个人想法了，应该是正，这个部分是正确的。太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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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二十几年吧，将来还是可以回来，对，还是好邻居啊。是，暂时移民呐、啊，移民出去一下，住了不习惯再回来，还是老家比较那个好啊。我这个地方这个地带是很好住，但是就是唯一的就是现在房子都能刚好都更建更好，对呀、啊，更美观了、啊，大家好。差不多，你住那边一季节有点。像每一季在搞呢，五月初开始。快递那边已经订好了。对了，沙龙，沙龙，沙龙。阿小姨，哇，叶大哥，阿总，嗨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，谢谢，我觉得也是不打不相识啊。我们跟谢大哥有一段时间也有一点点小误会，像是仇人。嘿，但是后来发现，哎，原来是误会。就按我们的认为说。这个门槛太低了吧，跟我们哈、外面哈、所得到的信息哈、那个奖励哈，有一个距离。不过其实主要问题是因为都更的法规的变化太快，那我们只能用我们适用的法规来跟租屋说明，后来说开了也都 OK 了。你不敢承诺，那我们没有保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外面的这个有立场啊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住的会担心，我们没有保障，那真的事实闹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们跟你想去争取我们的权利。对啊。好，没问题了，大哥。还好啊。看到这边，刚刚看的时候，他们预计是五月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，这已经封的就会开始拆。那另外这一边你看到的还没封，哎呀、其实像这一户也已经最近刚搬完了，让他在尽量不影响他们居住的前提之下，先协助，那这样一步一步让他们可以顺利搬迁，是，那以后可以顺利搬迁。陈大哥，来。我早投给你了，比较较袂用，啊嘛咧找，啊，咱这摆吼有咧找好啊，有咧在袂找好，对啊，啊，较甲你讲歹势安尼。
不要紧哦，我想把这个树的环境讲我变得较是较，袂讲安尼看足杂个安尼，树叶枯萎交迄个一般环境下看会较耳目一新的，啊看大心情我较好个。咱咧，因咧其他咧，咧台顶上班嘛咯，会时啊，咱唔请拜啦，无啊，请拜了，阮嘛拢来去食。对啊。啊，无我平时就拜六个，免。我食要食咸鱼。咸鱼用啊，你条款在等。这六弄以南的靠山街就没有，我们就是六弄以北的，这边，所以这个其实早期都是一起盖的。只因为后来都市计划它切开了之后，我们就只盖前面。毕业第二天我就离家出走了，动员街动员市场那边去顶个摊位，啊，然后做那个酱菜买卖，在那个动员街口那个菜市场，老旧市区了，五六十年来到现在还都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是人情味很好。我新查甫囝吼，新查甫的吼，哦，啊，厝边隔壁拢来到姓油崩创啥，大家足有人情味的啦。都来帮忙了，以前不是你算工钱的，那有做还有人提灯给那囝仔，大家都很欢喜。老社区落后的社区哈，都是大家互相帮忙啊。他要回去的时候，你送一点点东西给他，他非常的高兴。那基金会一直觉得这样大型的社区，其实是都跟最好的示范，所以就毅然决然，基金会就投入人力进来。然后找大家一起开会，把这个案子做成一个台北市的典范，做成一个台北市最有都更价值效益的一个案件。不管住户怎么讲，我还是公开跟所有住户讲同样的话，所有事情一定都合法公正的，然后我所有都公开的，公平公正公开，我不管怎么走，就是这三条。更新其实是刚才前面有讲的，就是人的心里面。我们这边八十几户，就有八十几个故事，他问题能够解决，那就是可以签约完成。你不要跟他争论，让人家愉快，一次不行再一次，要够行，然后让人家喜乐，然后接受。这地方不平啊，要找工人来整理一下。旁边那边啊，也要再清一下，那个树啊，要再割。盆子是预计架在这个地方，22桌，这个排法可能要再讨论。放得下吗？我们20几桌哎。要再讨论一下。牛姐，要再讨论。七米宽，我们大概是可以弄三排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气球表演，然后入门的时候也有一个气球拱门，在一个照相的地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阿弟哦，你家水，你家水，还好，你家水，好，
声音我都听到。我想社区它不是不仅是个房子，它就像是人。我想我们滨州路340巷所有住户人有这么浓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，我相信以后在新的社区里面，将来我们的彼此之间的感情一定会更融洽。那在这里面，我们太平建设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，能够为大家来实现梦想。谢谢大家。而且这边住习惯了，这边是我第一个，这一辈子是我第一个房子。觉得房子这边住惯了，然后都有感情，离不开这个地方。